会剪进去啊！今天呢，要做一个主题是 logo，logo 看谁最道地、最接地气，好不好？哎呦，哎呦，你好玩呢！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大胡子，哎呦，哎呦，你一看就是旁边的小喽啰。来看看今天针对第一段，谁会赢啊？谁会赢啊？
是他有 sense 啦，哎，他介意韩国啊 K-pop 哦，K-pop， 哦，他也是欧尼欧尼欧尼耶，还有落雨落下安尼，嗯，啊，我就是实实在在不够强啦。大家好，我们是九一，我建志，我是亚通，我是 Kevin。今天我们请到九一的担任大队长来帮我们评选一下女孩的这个写真的部分。是，写真。首先 ，Run One 这个 Local 的部分，这分别是三个人是吧？我们一人来一张。有三位参赛者，这太 Local 了啦。超 Local 的 ，Local 归 Local， 往右出。但是还是要有一点那个一点点的品牌意识嘛。人家裤子是穿着什么，喝的东西 Local 了，这有点开心，我不敢。这个你看他的穿着就知道他越南的，不是对，类似那种就比较会帮你工作，可以跟你一起工作，个体耐劳型的。种田。啊，这个就是晚上带去玩乐型的。这个呢，在家里面洗衣煮饭，穿拖鞋。以轩他自己有讲说，他这个主题这是以轩，嗯，他说他这个叫做吹喇叭的一个主题。吹喇叭，哦，那就是在家里了。哦，那就是对，在家里晚上睡觉洗的。第二个主题是大哥的女人。大哥女人型，哎，这个选择好像比较多，比较多，没有，没有。我发现一个 bug， 哪里？衣服是同一件，不是他，哎，他们是同一个人嘛，对不对？他们是同一个人，那他是不是一直都爱喝酒？他刚刚就是那个，你说懒懒吗？对，我不知道，他就是一直喜欢拿着这瓶酒，我不知道为什么。OK， 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吧？同一个人，那同一个衣服啊，同一张脸啊，废话。哦，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拍两张？他就是要我们选他，为了让我们比较有印象啊。大哥女儿，我们要这个啊。你有哪个？你也是大哥。我是啊。你是？人家叫我陈大哥。对啊，我就喜欢这种的。就是衣服不要露太多的。对啊。这个比较像上班族。对啊。对。大哥女儿也可以上班。好好好。对啊。好了，那你就他吧，那我就啤酒姐。什么叫做啤酒姐？为什么你每张照片都要拿啤酒？我跟你讲，没有，我们从头到尾都站在后面呢。啤酒啊，对啊，啤酒啊，不是，哎，你们怎么放这张啦？他们拿错，不是，哎，他们拿错张，等一下。眼睛看着你，哎，你是不是搞我？不是这张哦。刚不是说好两张都要放？不是。我眼睛分明就是这张开，张开了一半的那张。再给我放个撇眼罩。太多了啦，撇眼罩啦。眉毛谁画的？你们三个要选出一个最厉害的，最厉害的。你们的主题跟他们主题是不一样的。没有，没有，你们要选什么？要选什么？你要说大哥女人，然后应该说。对，我们是时尚的主题，但是就是有一个是大哥的跟大哥的大哥的女人。大哥的女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哪一个是接地气的 local？最 local， 最 local 应该是这个啦。我越南人的部分。对啊，这个 local。好，那大哥的女人最喜欢哪一个？大哥的女人哦，大哥这张，这张好，哎，他真的啦，那小鹿哎，大哥的女人应该都穿戴墨镜，戴墨镜就是大哥。大哥女人，那有女人应该是穿对，应该是没有。我跟你讲，我从一开始走进来五分钟，春风一直拿着这张，没有要放手，他从头到尾一直这样。他们是分分分，我最后。那有没得选择？那有记录。哎，这个就是会帮大哥做事情。为什么你要选这张？大哥，这样感觉我会泡茶。
大哥女生。你们还是这两个要选一个，这两个要选一个。大哥哦，大哥，我是觉得，对不对？这比较像啊。他死不上山。你那个也是上班族。他一直握着。没有，那我觉得很好啊。这哪算上班族？好了，你们这平手好不好？耶，平手啊！平手，平手。哎，那我们这样三个人都有得名哎。